一场由湾区年轻艺文团队主办的第一届北美嘉年华艺文活动于4月30号周六在 Fremont 的印象文化艺术中心盛大举行。这场活动的中文主题是这世界那么多人，英文主题 In Chaos We Find Love, Music and Art, 则有在混乱中找寻爱、音乐与艺术的含义。这场嘉年华的音乐活动包括湾区知名业余乐手组成的九浪乐团，以及90后科技工程师组成的三分钟乐队等团体现场表演，吸引了数百位观众热情参与。静态展示方面，则有多位创作者的画作和设计展出，有10多幅画作当场被购买收藏，可谓佳评如潮。值得一提的是，优视频道也在活动当中播映了原创纪录片《拼出我心》的预告片。纪录片制作人兼总导演旭亮也向在场的观众介绍了影片主题的含义和背后的故事。该片主题曲《A New Me Rise》的作者恰巧也是北美嘉年华活动的主要策划人 Stella， 他也当场献唱了这首歌曲，赢得了观众的满堂彩。Oh